你怎么来了？跟我走吧。哎，等等，小唐。吃的可是镇痛奇药，小瓶子，小瓶子，小瓶子，你这在做了什么？怕他碍我的事了？这是什么？不好！这些木头人是鬼界的防御机关，硬闯就会触发。哼，不过啊。你放心照顾方姑娘，我从小在鬼界长大，区区木头人不在话下。怎么这么弱？哎，你不是鬼界长大的吗？对呀，退不跑难道等死吗？小瓶子，你没事吧？小唐，小瓶子，你干嘛呀？可恶的化道城！这是您点的，掌柜，这道膳叫什么名字啊？章鱼丸子、四喜丸子、焦炸丸子、豆腐丸子，还有本店的镇店之宝莲花丸子，二位请慢用啊。哇，吃哪个好呢？段大哥，那些丸子为什么不吃啊？我今天吃素。说是镇店之宝，这莲花丸子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哎，等一下便知。
吃起来软软的。掌柜啊，这是什么做的？嘿，这莲花丸子可是我的独家秘制配方，不能对外人道也。嗯，哼。蜜渍莲子混合豆沙，裹上藕粉与糯米，捏出花苞的形态，用莲叶包裹，蒸熟后冰镇。吃的时候，在碗内倒入加热的桂花酒糟，使其开放。以莲为形，以莲为馅儿，倒是有几分风雅。公子好识货呀！啊，好好吃啊！我在宫里都吃不到这么好吃的点心。掌柜，啊，再给本宫上十份这个丸子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您要的莲花丸子齐了。这位公子看得好面善呐。怕是掌柜的认错人了。
小瓶子，怎么样？合作只是暂时的，我不信他。我也不信，但他刚刚救了我们。袁少爷，我妹妹这么说奴家，奴家心里好难过。狐媚妖女，花姐姐，花姐姐，这安琪机关好精致啊，送我一朵留个纪念怎么样啊？想得美，这可是道爷的独门暗器。同样是男人，怎么待遇就这么不同嘛？好好吃啊！阿娇。这位小妹妹吃了一点酒糟都会醉吗？本宫没有醉，本宫还能再来十份。哦，这位小妹妹自称是本宫，这倒是新鲜。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天快要黑了，阿娇该回家。哎，别着急走啊，这位小妹妹是第一次来我们鬼街吧？你要知道，虚实过后的鬼街，才是真正好玩的地方啊！会有什么好玩的？有耍狮子吗？有花灯吗？那都是些小儿科。说起来，那么鬼街，那是前朝铸成天才刘秉忠，据两仪三才四象五行之变。六合七星八卦之术和九经九纬之纵横建造的一座机关大都。机关大都那是什么？白天我总要给官府点面子，都是规矩的生意人，但是到了晚上
有水坝驱动的机关就会开启，整条街道的店面都会嘁哧咔嚓的变形。哎呀，那可真是吃喝嫖赌，吃喝玩乐无奇不有。会变形的街道，段大哥，鬼街果然是个好玩的地方，我们看完了再走好不好嘛？这里呢，大家可能就要受些委屈啦，尤其是姑娘家，我们要从这里钻进去。可那是茅厕。你在开玩笑吗？哎呀，我真没开玩笑啊。鬼钱？欢迎来到鬼街。小妹妹是从宫中逃出来的吗？我们走。快追！哎呀，幸好花姐姐有鬼钱呐。不然我们可就要钻茅厕喽。哇，京城里竟然还藏有这样的地方。嘿嘿，这鬼街的历史可就说来话长喽。哎，方姑娘可要小心哦，鬼街可不欢迎锦衣卫的哟。想当年，太祖爷大破元大都，只把这座鬼街保留了下来。再到后来，永乐帝迁都北京，军师姚广孝把此地就赠给了一位平乱立功的江湖侠士。从此以后，江湖中人可在鬼街自由冒，官府不可征税。久而久之，这里就变成了三教九流聚集的不法之地。这么大一个黑市，官府难道不管吗？说的是呢。石校尉，身为官府中人，怎么对鬼街如此了解？我，哎，对，小唐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座鬼街里啊，有一座水坝啊，据说那里边都是机关，是整个鬼街的脉门，厉不厉害啊？瞒你说，老子我黑白两道通吃，鬼街就是我们家后院。是是是，石校尉，失敬失敬。石校尉，失敬失敬，大恩不言谢。哎，花姐姐，那天晚上在怡红院，咱们俩，你和我，咱们都做了点什么呀？当然是。什么都做了啊？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呀？
南镇府司果然有问题，北新仓是个粮仓，这么多炮药运到这里做什么？依我看，这些炮药真正的目的地是鬼街，通过这里的黄泉渡可以把货物运到任何地方，不需要经过官府的检查。把炮药存放在人口密集的京城本就十分危险，何况是在鬼街这样的地方。难道季英真的勾结了明火司？哼，白毛乌鸦一贯目中无人，勾结我们这些江洋大盗可不是他的作风。那你告诉我，南镇府司的炮药为何会被运到鬼街？你有证据吗？你确定鬼街里有这些炮药吗？我一定能查出来。哼，就凭你？那么多的炮药若是真流入鬼街，一定有蛛丝马迹可寻的嘛。哎呀，袁少爷说的没错。还愣着干嘛？小偷，你众位可曾听闻，京城昨夜的惊天巨案，正是我前书中的三道之一，明火司所为。不道是三生浮屠忘归处，菩萨顿首莫奈何。今天要说的另一位，虽名列三道，却颇具侠士风采，就像正所谓剑锋一道击千尺，楼上瞧瞧，白云日上引中仙，便是那白衣段云。白衣段云轻功绝顶，剑法惊奇，他不爱金银财宝，独爱经文笔籍。三月中道以后，必是为了天书阁中那本传说中的天书天宫开悟。先生先生，我听传言说那白衣段云本是昆仑派弟子，到底是真是假？胡扯啊！你们就爱花痴这个小白脸。昆仑派门风最正，要是有第三个贼早就被擒。那白衣段云到底是不是昆仑派弟子？段云因灵隐寺道经名扬江湖，段大哥，他们说的可是真的？月影迷踪，是问谁能在青天白日众目睽睽之下出走大雄不曾经书啊。袁少爷想买东西可要看仔细些，不要轻易上当哦。哎呀，放心放心，你们放宽心吧，你们俩跟着我，鬼街就是我家呀。哎，这条街上明面上卖可真正卖是两码事儿。就比如这个，你以为这是一本武功秘籍是吧？那是什么呀？这呀，是一本园艺技能书。这个好。再留这个，你可能以为这是什么迷魂药是吧？那是什么呢？这是产自南洋的咖啡豆，有提神醒脑的奇效啊。禁书吧？哦，难道是武功秘籍？其实啊，就是一本禁书。无聊，走走走，哎，老板，这本新出的版子
多少钱？50文。什么？太贵了吧？你便宜点啊！啊，你看我在你那买过。来，带上这个，带上这个就不会被认出来。哇哦！哎，花姐姐呢？我不需要。哦，是吗？千面狐有1000张脸，当然不需要面具了。不过，哪张才是你的真面目？哼，你们继续逛吧，我有事先走一步。子时在黄泉洞会合。哎，我们可不是来逛街的呀，我们这是查案呢。是吗？老板，这鬼街上可有卖烟花爆竹的地方？哼，又不是年节，买什么爆竹啊？婚丧嫁娶，红白喜事嘛。我这摆的是舒坦，想买那些个上别家打听去。哎，不买别看啊。哎，姐姐，姐姐要去哪儿啊？不关你的事，私事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条路是去万鬼楼的吧？与你无关。不行，要去一起去啊。千面狐呢？哼，溜得比耗子都快。我就知道这狐狸不可靠。没长眼睛啊！是那几个家伙。让开！都给我让开！让！姐，让开！别二去！让开点！都闪开！躲开点！哎，好浓的火药味儿啊！又是他们，都闪开！锦衣卫也来鬼街了。阿九，回去吧。回去？玩了一整天，该回家了。你看，那几个少年是锦衣卫，可以送阿九回宫。不想回去，屋里好无聊。鬼街今晚必有事端，殿下在这里不安全。有段大哥在，怎么会不安全呢？段大哥，行走江湖是不是很好玩？练武功做侠客是不是很刺激啊？殿下，说书人的话不足为信。可是，不如我教阿锦一套轻功步法，无聊的时候可以练。那太好了，不过步法太简单了，教我一些更厉害的武功吧。简单。世上的武功没有难易之分，只有适不适合。月影迷踪步轻灵百变，以阿九的根骨应能掌握。学会这套步法之后，
阿九可以自由出入宫门，必要时亦能自保。我要学，学会了之后，我就可以和段大哥一起行走江湖了。糟了，一不小心就说出来了。我不打嗝了。兄弟，对不住了。怎么了？好像有人。原来是你们三个小鬼啊！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走。站住！算了，办正事要紧。你怎么了？我没怎么。那几个黑衣人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老石那家伙也是。接下来怎么办啊？小瓶子，我之前就想问你，这东西你是怎么弄来的？我什么？你把南镇府司的人给揍了？不愧是小亭子，做事儿从不动脑子。说什么呢？不过你也算是帮我出了一口恶气。之前是我误会你了。自以为是。难道不是吗？说你啊，让我说你点什么好。又堵着头了。老板，我抽个烟都不行吗？快点给我灭。是还抽烟？你不要命了？你知道这下面有什么吗？看好了，
尽取火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是。去吧，你的差事。啊，这就去。贴这么近干嘛？这雕像有点古怪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嗯，还有那个茅房，我们要从这里钻进去。嗯，还好，是个没人用过的茅房。又是丸子，学会这小气鬼。我吃，给你，都给你。我们到底要在这鬼地方待多久？有吃有喝就好。是炮药，这回有证据了。这是什么？走，看看去。哎，龟老大神机妙算，真的抓到两只耗子啊！肉送老板做丸子，好主意。我看这个小娘皮肉嫩。男的有嚼劲。先稳住，进来他们老大再说。你过来。信不信老子现在剥了你的皮。慢着，两位大哥，我媳妇脾气暴，我给你们赔不是。这小娘皮是你媳妇儿啊？筷子占便宜。胡说，我才不是那种人呢。算了，带走。走。说，你们两个是怎么进到我们鬼街的啊？是谁带你们进来的？哎呀，说是吧，快的，给他
上丸子。好嘞。哎呀，不是这个丸子。小唐，小唐，你没事吧？这，这算什么？小亭子做的菜比这个难吃一百倍！什么？这世上居然还有比我的芥末地狱丸子更难吃的东西！哎呀，佩服，佩服，佩服！你们去死吧！咋？你就不怕我先拿你媳妇开刀？你动我一下试试。老板，金的啊！拿来我尝尝。石头，把哪一位大将军的祖传给刨了？那是小爷家祖传呢。还没请教，少侠的尊姓大名？我叫袁小棠，这是我媳。这是方女侠。请问，冷面金刀佛是阁下的？是我爹啊。哎呀，原来是袁少侠。小人薛昏。快，给袁少侠松绑。你认识我爹？你爷爷？你爷爷？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冷面金刀佛虽是大内第一高手，但是真正让小人敬佩的、五体投地的，却是你的祖父千里护军、志胆忠心的袁兵袁老爷子。是啊，我爷爷当年。袁小棠，问正事。薛焕，你们在地下藏的那些炮药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瞒袁少侠，这些火药是鬼老大放在我这里保管的。具体是什么来历，鬼街的规矩不能过问。鬼老大是谁啊？鬼老大是万鬼楼的大掌柜啊。万鬼楼？你们不知道，这万鬼楼可是我们鬼街最大的拍卖场。拍卖场？走，敲门。等，这万鬼楼啊，可不是随便就能进去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枚鬼脸铜钱袁少侠千万收好，拿着它就可以自由出入万鬼楼了，否则的话。来，别急着走，尝尝鬼街特色小吃鼠肉丸子。鼠肉？我以为是。以为是人肉是吧？那是我骗那两个傻瓜的，我薛混那是正经的生意人，这个是我潜心研究数年的配方，今天能得与二位相识也甚是有缘，那就送与二位表表心意。
们还不快走？黄泉渡可不等人。船就停在渡口，把这枚铜钱交给船夫。薛混，今日之事要是走漏了消息，鬼街的规矩，只做买卖，不问缘由。你们要船，我给你们船。运的什么东西？哼，与我无关。走，走。原来是鼠肉丸子。改天我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配方。哎，站住，小婷子，你想都不要想。我这里还打包了一盒呢，来尝一下啊！拿开，拿开，尝一口，拿开，过来，拿走。喂，那是我的。可恶，竟敢抢我少爷的东西！站住！各位请看，这便是传说中的九龙杯。世人皆知，这只九龙杯乃是由整块昆仑美玉雕琢而成，集天地之灵气，万物之精华。用这只玉杯盛放美酒，会呈现九龙腾飞之奇观。酒香四溢，祥瑞无敌，实乃招待贵客、月下独酌、好妞撩妹之神器。祥瑞之兆啊！今儿让各位捡个便宜，起拍价3000两，我出5000两。谢谢这位爷，5500两。这位公子真是好眼光。6000两，6500两，我们出8000两。好，3万两，3万两。这位大爷，您是？小鬼别跑，还我钱！他们追过来了，快走！奈何桥，这里是？这么好做，拿得出来？哎，诸位，
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啊！容在下先验一验，这九龙杯是真是假？在下听闻，这九龙杯之上有处小瑕疵，只要验上一验，便知真伪。钱美红，都到这份上了，你竟然还惦记着小桑呢？小山，你赶快到爷的好事，快点啊！验货呀！就是就是。不要急，不要急啊！且听我说上一说这宝贝的来历啊！世人皆知，这九龙杯乃是太祖爷的心爱之物。但是你们可知，这九龙杯的背后还牵扯着一件千古冤案？千古冤案！别卖关子了，快说来听听。就是啊，遥想当年，太祖爷得此九龙杯是大喜过望啊，于是设宴款待群臣。席间有奸人进谗言，说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功高震主，有不臣之心。太祖爷便叫人用九龙杯盛满美酒端给将军的儿子，将军的儿子不知是个陷阱，欣然接受。太祖爷不悦，斥责将军教子无方，儿子不知礼数。谁曾想，这位将军的性格异常刚烈，他一把将九龙杯打翻在地上，拂袖离去。转天，太祖爷传唤将军殿前训话，尚未开口，将军突然将儿子的首级抛到殿前，慷慨陈词，目斥奸人之后是拔剑自刎。太祖爷龙颜大怒，下旨流放将军的三族。这只九龙杯也在当天不翼而飞。传闻说，有江湖义士不忿将军的遭遇，所以盗走九龙杯为将军陪葬。而这位将军不是别人，正是为我大明征战数十载，受封影国公，收复西北，七战七捷，立下大功，人称长胜将军的傅有德傅将军。哎呦，没想到这九龙杯背后还有这么一段故事。就是这只曾经被将军打翻在地的九龙杯就这样被磕出了一个坑，所以想辨认这九龙杯是真是假，只要看看这上面有没有那个坑便知。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你快看啊，你看啊，这快点啊，快点啊，我怎么说呢？有没有啊？哭哭呀，有坑，还真有坑，有坑啊。傅将军英灵庇佑，九龙杯重现世间。诸位，这已经不再只是一只杯子，它寄托了我们江湖义士对前辈英烈的敬仰，预示着傅将军之冤必有昭雪的一天。各位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加油！为了傅将军的英灵庇护，我出50000两。我出55000两。6万两。平分啊！没瞧出来，石校尉当托的本事这么了得。大爷，我其他的本事也很了得，你想不想见识见识啊？你们都闪开！闪开！我出10万两！成交！这是
这只狐狸给我锁起来。鬼老大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们三道为争夺道圣皇宫道宝，炸死冷面金刀佛，闹出天大的动静，难道就是为了这么个玩意儿？啊！明火僧真的炸死了金刀佛呀！三道这么嚣张啊！这不是明着和朝廷干什么吗？长街至死尽，世间规矩止步。恶鬼由是生，江湖恩怨回头。铁面虎，你知道我这座万鬼楼的规矩吗？自从我鬼老大建起这座万鬼楼，上得了台面的物件沾得脏，带得血，唯独容不得星火。不好！你是来砸我招牌的吗？10万两，哼，我看你们脑袋上有坑。这九龙杯是赝品，刚才那人不是验过货了吗？那人不是你们万鬼楼的人吗？哎，人呢？鬼老大，是我，自己人。你跟千面狐是一伙的？这怎么可能啊！我是一个一身正气、侠义当头、路见不平一声吼的。我们当然是一伙的。一起锁了。鬼老大，不要这么小题大做嘛，下不为例，放过奴家吧。又是老子被抓，老子是冤枉的。鬼老大，只要你放过奴家，我的同伙随便你怎么处置。鬼老大，你千万别听这狐狸的，他故意害老子。哼，你们的私人恩怨出得了鬼街再清算吧。
就离我远点！哎呀，我这不也是身不由己吗？一起带走吧，快点！哎呀，走走，快走吧你！师傅真神，走。交鬼钱也想过奈何桥？我们的鬼钱被那几个小鬼抢走了。哼，你们是锦衣卫？小唐，多说无益，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，让我来。小妮子口气好大呀！你们若真能打赢我鬼街四煞，婆子就放你们过去。哼！轻点下，偷我钱的小鬼，还我钱！你快走！给我站住！小鬼，还钱！哎，大哥，轻点，快点！哎，好重的火药味啊！你说什么？嗯，那是。抱歉各位，拍卖到此结束。
你们两个小兔崽子慢慢玩，佛爷我先走一步了。是先走。灭火色，灭火色，走开。地鼠十三式，娃娃，你这地鼠十三式是跟谁学的？少废话，他们快闪开！休要伤了鬼老大。鬼老大，难道就是你勾结明火僧？你是谁？勾结明火僧，给他泡药的是不是你？哦，救他！臭小子，还不住手！老太婆，你敢伤他，我砍了你老大！臭小子，你敢伤了我老大，我就掐死这小妮子！偷袭算什么本事？都给我住手！小唐。泡药的事儿和鬼老大无关。瞎子，怎么不信我？鬼老大私藏泡药，还放走了明火僧。正是因为鬼老大发现了流入鬼界的泡药，并将之扣走。若是这些炮药全都到了明火僧手里，那炸掉的就不是一条街，而是半个京城了。师叔，师叔。鬼老大，我这徒侄平日里少了些管教，我在这儿向你赔个不是。侄儿给师叔请安。哎，侄儿给师叔请安。哎，请安。哎呀，前辈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这位便是和冷面金刀佛齐名的当世四侠之一，东海钓鱼宫任平生任前辈，鬼街的大老板。哦，原来那个会出现在鬼街的大人物竟然是钓鱼宫。哎，你喊他师叔，那你师父是？能从我留下的线索找到这里，我果然没有叫错人。前辈可知我爹的下落？金刀佛行事一向谨慎，绝不会轻易中计，此事隐情太多，
子，小唐那下三滥的功夫是不是你教的？你这丫头真没规矩，怎么跟前辈讲话？我没规矩，我再没有规矩也轮不到你一个贼涛来教训我。小唐，地鼠十三式你可要好好练习啊。我下三滥的功夫有什么可练的？下三滥，你可知这地鼠十三式乃是前朝一位武学奇才所创，只在以弱胜强，败中求胜，只可惜后来被一些武林败类模仿，这才坏了名声。任前辈，您本事这么大，可为什么还会被关在北镇府司的地牢里啊？我徐灿今日要荡平鬼界。大家都小心点，鬼界机关厉害，不止如此。霍队长，我看你是杞人忧天了吧？可这不过就是个耗子窝，有什么可怕的呀？愣着干嘛？走啊！给我上！遵旨会师，铁浮屠已经突破了鬼界的第一道机关。鬼界竟敢藏匿朝廷重犯，他们这是自取灭亡。是，快离开这个鬼地方。
哪里爆炸了？我娃怕，没出息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玄幻那小子跑哪儿去了？是你们把官兵带进来的。不是我们。鬼街藏匿重犯，迟早会有人找上门来。哎，你少说点。葛老大，火光飞起，乱象一生，此番变故乃是天命，并不是这两个孩子的缘故，你心里清楚。我一直在暗中跟踪他们，见到他们也在躲锦衣卫，应该不是一伙的。你是花姐姐，我爱死你了！看你，你们四个疏散街上的客人，让妇女和孩子从水路先走。是。袁前辈，你把这几个孩子带走吧。姚山，你留下。啊？我？哦。等等。嗯？此处恐有埋伏。霍奇，你晃悠了半天，竟在这一个地方打转，现在又疑神疑鬼的，耽搁了时辰，你小子他妈担得起吗？可你们俩，是是。两个炸手，扯货！给我追！是。锦衣卫是你们先坏的规矩，来吧，来吧，见识见识我鬼界机关的厉害！四合阵，遍地防御。Yeah.
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会有埋伏，你看，你看。继续前进。总指挥室，铁浮屠遇到了鬼界机关，损失了不少人手。不过是个耗子窝，再给他们一炷香的时间，攻不进去，军法处置。袁小之，你最宝贝的铁浮屠被我当作炮灰。若地下有知，不知会作何感想呢？明心，你们此刻可是团聚了。这把钥匙可以开启水坝内的密道，铁浮屠装备精良，更何况还有火器，攻下来是迟早的事儿。你们尽快离开这儿吧。我不走，我要去找明火僧。我和你一起去。师叔，您不和我们一起吗？哦，我还有些事需要证实一下，你们走吧。师叔，白毛乌鸦的火气厉害，您可要多加小心。哎，花姐姐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跟你一起去啊。石大哥，你不和我们一起啊？哎，方姑娘，我只答应了带你们到鬼街，我可是已经兑现承诺了哟。哎，花姐姐，你等等我呀。啊，小唐兄弟，方姑娘，你们多多保重，咱们后会有期啦。什么人啊，见利忘义，重色轻友。小瓶子，我们走吧。小唐兄弟，小唐兄弟，我见到金刀佛了。他在哪儿？在黄泉渡。我的探子发现他被装在箱子里，运上了船。带我们去。不成了，不成了！官兵攻进来了，我要赶紧跑路。你放过我吧。飞青会给你们带路。带到对岸吧。多谢徐大哥。小唐，子时过后黄泉渡无法通行，切莫耽搁了。多谢前辈指点。总指挥室，攻进去了。Thank you.
府邸。他奶奶的，那群耗子跑得倒快，废物，一群小喽啰都追不上。霍杰，我看你这个队长当得实在勉强，要不要我和总指挥使打个招呼，让你提早回家种地算了。哎，我说你呢，霍奇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的妈呀！救命！霍奇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站啊，站啊！停动，前前一阵。快点！搞什么呀？二号机还没完成，果然不太能打。我就说不行，你还不信？哼！便宜了你这个龟儿子！小鬼，你骂谁呢？就骂你这个娘娘腔！就骂你这个娘娘腔！刚才打得你屁滚尿流，简直弱爆了！找死！给我叫一百声爷爷，磕一百个头。娘娘腔，死于言。龟儿子，闭嘴。娘娘腔，小兔崽子，滚！嫂子宰了你们！组织大人。他是打算了，徐总旗好威风啊。欺负小孩算什么本事？是你们，还不快走。走，快点。让他，你这个叛徒竟然跟鬼街的反贼勾结，意图造反，把他给我拿下，动手啊。我去，你们想干嘛？你们都想造反是不是？快动手，不然我砍了他！徐策，徐策，小唐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霍大哥，我有我爹的下落了。什么？总指挥室还活着？对。你们快走，南镇府司的人马上到了，我们拖不了太久。多谢各位兄弟，走。队长，这小子怎么处理？
可以看车辆。是。哎，乌漆嘛黑的，什么都看不见呀。嗯，哇，夜明珠啊！花姐姐，你的宝贝可真多呀！谁让你跟进来的？嗨，这机关什么的我最拿手了。再说了，我还不都是为了你？为了你的重金酬谢嘛。哼，就知道你没安什么好心。虚传呢、啊、别感叹了，帮我找控制室。火油的味道，从这边上去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再看，挖了你的眼睛。花姐姐，你师叔是不是就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，所以才……闭嘴！我师叔是什么身份？赶紧滚上！哎呀，来了来了。点兵点将骑马打仗，有钱喝酒，没钱付出。花姐姐，你这是我。小心！哇，你没事吧？嗯。啊。这水坝既然是鬼街的生门，与鬼街机关同理。哦，我懂了。花姐姐，我试试。你行吗？必须行啊！想当年我倒斗啊，不是不是，我抓盗墓贼的时候，可是人送外号鲁班在世，末子重生，机关小王子是也。哼、这个机关呈九宫排列。内参阴阳五行之变，却又与二十八星宿相呼应。最为巧妙的是，运用西洋机关做枢纽。没瞧出来，石相卫除了会坑蒙拐骗，竟然还会这样的本事。嗯啊，成了，我惨了。有啥？Let's go.
我这个小人，诡计与朝廷百年来互不干涉，拜托萧金英，你坏了规矩。本官奉旨办差，你的规矩与我何干？勾结三道反上作乱，这就是你们的报应。你血口喷人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会有的，鬼模鬼样的实在是碍眼。今天本官就发发慈悲，送你们回地狱老家去吧。阁下是？在下任平生。我倒是谁呢？原来是威名赫赫的剑圣传人东海钓鱼宫。你眼睛瞎了，还能躲得开我的枪吗？记得留个舌头。就是是。刘策，你们去那边，搜仔细点。
这边干嘛？过来，过来，哎，走，快点。嗯，那边看看，这边，这边，看仔细了。你们几个去那边，快点，快过来。抓住他们！站住！老大，拼了！拼！你个大头盔呀、啊！跑啊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还想跑？是那个丸子店的掌柜。阿九，事已至此，我也做不了什么，我送你回宫吧。段大哥，阿九不能再缠着段大哥了。大人，抓了个舌头，舌头！大人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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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说，鬼老大是不是勾结三岛，意图犯上作乱呢、啊？大人，小人只是街上卖丸子的。哎呀！老板，老板，老实点！别想给我耍什么花招！小的确实不知啊，还不说实话啊！老板。乖乖招供，没准本官还能留你一条活路。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啊！我招，我什么都招，什么都招，我招。完蛋，回来！平人，王八蛋！实话告诉你，鬼老大已经死在我的枪下，你们这群孤魂野鬼还能翻什么浪？什么？鬼老大已经死了？对，鬼节已经完了，自此以后再没有鬼老大这号人物。既然如此，请大人进前来，小人有机密情报。算你识时务。说吧。白毛乌鸦，你太看不起人！我薛欢生是鬼界的人，死是鬼界的鬼，想老子替你栽赃，我呸！好啊，既然如此，你也下地狱吧！住手！属下锦英，见过公主殿下。
纪大人，本宫玩累了，送本宫回去。是。大人，这些家伙怎么处理？打打杀杀的，本宫受够了，把他们都放了。是。收队，回宫。是。别了，段大哥。还不是你个蠢货开错了机关。还有脸吆喝。哎，你听到了吗？好像是老石，快去瞧瞧。
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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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来找你的吧？你是不是要召我回去邀功啊？只要你有这个本事，你走吧。哟，哎，我们可有约在先啊！这次放过你，以后别我，别再撞到我手上了。钱粮啊，就这么跑了、哎、老师、哎、怎么样老师、哎、快起来，赶紧走，受伤了、哎、不要紧吧？哎呀，你可让兄弟们好找啊。这伤怎么回事啊？那是什么呀？就去那儿喝口茶吧。哎，这么容易，早知道就提其他的要求了。救命！救命！还想跟佛爷耍花招？那里有好多死人。阿九，你没事吧？当然有事了。这个臭和尚就知道跑跑跑，不给我东西吃，也不给我水喝。
和尚本事不小，京城已经被你搅闹得天翻地覆了。段兄过奖了，这也有你和狐狸的功劳。你此番掳走公主，又是何居心？你是来抢人，还是来抢天书的？又有什么分别？公主是有人请去做客的，自然不会亏待她。至于天书嘛，恐怕你要失望了。和尚的家有什么好做客的？我才不要去。当然不是去和尚的家做客，和尚的家在阴曹地府。为何是阿九？这个你还是问他吧。后面的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和尚动作这么慢，我家楼主很不开心。你那个积水宝坏了，坏了佛爷的好事儿。魔云一给了你，真是浪费。你还不走？段大哥，段公子留步。听说段公子不肯来我残月楼做客，还出手打了我的手下。段大哥，放开我！迷踪步果然名不虚传，可公子为何不用剑啊？对付你用不着。明火僧竟然会听命于残月楼这种暗杀组织，你们到底许了他什么好处？倒也没什么，明火僧要找仇家报仇，我们只是帮他个忙。段公子曾是昆仑派百年难遇的天才弟子，可为何后来会被逐出师门？我想起来了，告诉你个秘密啊，紫漆真人是被我杀的。残月楼是承认害死昆仑掌门了吗？认了又怎样？子期那老头果然把玉凤印给了你。哎，可惜我的时间到了。段公子，我们后会有期。残月楼，
小唐，你又睡懒觉了。小唐，怎么又把衣服弄得这么脏啊？姓谢，前辈，之前多有冒犯，请您见谅。不用担心，睡够了就醒了。这间茅庐这么隐蔽，您是怎么找到的？当年我师兄在这儿隐居，如今。人去无空，这地方已经荒废多年了。哦，那他老人家仙逝了。那个人要是知道你叫他老人家，就算是进了坟墓，也要爬出来掐死你的。什么妖？唐氏医圣，你总该听过吧？啊。灵犀岛主医圣萧琼。对喽。可惜了，这萧前辈现在如果还在这里的话。你这丫头对自己的情郎倒是蛮上心的嘛。我和小唐不是那种关系。哦，难道已经做了夫妻吗？我和小唐我们是。中秋下这么大雨啊。交差走了。说走就走啊，还真是龙仙女。小夏，你还不走啊？没带伞？出门忘带了，没事，一会儿鸽子来给我送伞。鸽子再过一年也应该可以参加锦衣卫的选拔了吧。
可不是吗？这鸽子现在跟着霍大哥练武，可下功夫了。小夏姐，小夏姐，小夏姐，夏雨露华，你跑什么？对不起，小夏姐，我光顾着做饭，忘了你没带伞。你生气了吗？怎么可能啊，傻丫头。走，我们回家过节。哎，走，回家。哎，雨婷姐，一起吧。哎，是啊，雨婷，听说指挥使带小唐出城查案去了，你来我家过节吧。哦，我还有案子。你们一家好久没有团圆了，你们好好聚聚吧。雨婷姐，再见。走了。嗯。雨婷，福伯，哎，雨婷，你看见少爷了吗？小唐啊，他不是随指挥使去查案了吗？哎呀，查什么案呢？他刚去没两天就闯了祸，被老爷赶回家闭门思过呢。什么？哎呀，这个鬼小子前两天还乖乖的在家待着，可今儿一大早我就找不着他了。我带人呐，找遍了整个四九城，可到这会儿都还没找着他呢，这急死我了。福伯，您别着急，我现在先送您回元府。哎，来。指挥使，老爷，您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小唐呢？少爷他都准备好了吗？我以为您不回来了呢。我这就去准备啊。来来来，老爷要陪夫人喝酒，这会儿啊，千万别打扰他。陪夫人？是啊。别人家国中纠结都是团团圆圆欢欢喜喜，可是袁家的中秋便是夫人的忌日，每年都是这个样子。少爷给找回来。好。你果然在这里。小婷子，过了这么多年，我还是没有办法原谅的。小唐回去吧，你把福伯急坏了。那面京城疫病蔓延，娘不敢去乡下避祸，只把我一人送走。她是医女，眼前那么多染病的人无人照料，并不顾自身安危，在医馆日夜照顾病人，过度劳累使他一病不起，而我爹从始至终一直都没有阻止过他。小唐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爹他心里的感受啊？
碧血海棠是娘当年亲手种下的。怪不得小时候只会使一骂你，你就跑到这里来。娘走后，家里的那颗媳妇海棠便枯死了，只剩下这些了。你可以来这里纪念母亲，我却连父母的面都没见过。抱歉啊，小婷子，咱们在中秋节老是过得凄凄惨惨的，没能让你吃上过一次月饼。我不在乎这些。啊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叫做海棠饼。哎，快看，月亮出来了。小棠和指挥使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唯一？丫头，你想知道自己的身世吗？你说什么？人某当年受恩师重托，寻找一位故人的遗孤，然而人海茫茫，要找一个人谈何容易，几番错过，等我最终找到的时候，却在犹豫要不要说出真相。前辈，您知道我家人的消息？你自己决定看或不看，不过真相迟早是要揭开的，不如早做打算。前辈，日后若需要安身之所，来灵犀岛找我。在这儿啊，没地方去了。饶山，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虽入宫门，但还是我鬼界之人。现下我有一事相托。桂老大，有什么我能办到的您尽管说。这是鬼界的奥妙机关之术。为什么给我呀？基于这本秘术的人有很多，但是没人能想到我会把它交给你。谢谢您抬爱。鬼界机关秘术传自邢台紫金山雪山，上承天书秘法，奥妙无比，我一生也没能将其参透。你在机巧之术上有点小聪明，希望你能将它发扬光大。
虽然你又顽劣又背叛，又爱贪小便宜，又怕担责任，但我知道你绝对不会做对鬼界不利之事。现在我将他的将来也交付于你。火光飞急，乱响之声，我群鬼这百年来身在地狱，心在超人，每日苦心经营，妄想打造一个无争的人间乐土，可惜终究躲不过这娑婆世界的轮转。老山，去吧，记住，你手中不光有机关秘术，还有我们鬼界的将来。薛混说你是官府的人，你是来抓我们的吗？嗯，什么你我他仨的，没大没小的，叫大哥。哦，大哥。嗯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抓个屁，以后你们几个跟我混。来，干一个。老大，咱们青龙堂这次旗开得胜，一举抓获冷面金刚佛。是啊，楼主那可是大功一件的。就是，那是当然。当然，兄弟们的功劳也都不小。今年份的血藤解药，那是妥妥的了。兄弟们倒是托老大的福啊。是啊，敬老大，敬老大一杯，敬老大一杯。拿酒来。妈，真不重要。这封信的时候，娘大概已不在人世。你年纪还那么小，娘恨自己不能陪伴你，体会世间的悲欢无味。你乃是隐国公的子孙，应当要继承先祖之志，无愧于天地。隐国公曾为太祖皇帝创业，立下大功，却蒙受陷害，不得善终。你是傅家遗孤，应当洗刷傅家的冤屈，才不负列祖列宗。雨婷啊，娘还有很多话想对你说，但此刻心如刀割，无法言语。
皇帝诏曰，锦衣卫总指挥使纪英办事不力，即日革职，收押待审，钦此。纪大人这回跟头栽大了，皇上龙颜大怒，这一顿臭骂呀。你说九公主好不容易找回来，人还没带回来，又叫她给弄丢了。哎呦，这耍皇上呢，这是没治他个欺君之罪，砍了脑袋，这都算轻的了。你说是不是？是。啊，纪大人。哎呦，王大人，皇上正在里边等着您呢，您快过去吧。啊，好好好。我说纪大人被革了职，往后南北两镇府司可就全归王大人掌管了。是啊，王大人还是贵妃娘娘的亲哥哥，光是这一层他纪英能比吗？就是。小亭子，小亭子，小亭子，你哭了？没有。你饿不饿？我先给你做些吃的。倒掉吧。啊，烫着没啊？没有。小亭子，你怎么跟丢了魂似的？你放了风一样往那河里跳，怎么喊也喊不回来，要不是飞剑及时把你拉回来。小亭子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是老鼠带路，不然就真的迷路了。嗯，咱们必须查出那些黑衣人的底细，才能找回我爹。嗯，小亭子，你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怪怪的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可惜我落水的时候把这个弄湿了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复唱名单了？这上面的很多官员都在一年之内意外身亡。意外身亡？太多的意外就显得格外可疑，而且我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。这该不会是一份暗杀名单吧？我本来想把这个名单。没点事儿，有人来了，别动。这边，这边。
你们是？皇后。小光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认识啊？哎呀，何止认识呀，小婷子，鼎鼎大名的定远将军戚成光，你没听说过？我人家一门三代名将，五岁能开弓，七岁知兵法，十岁从军，这些年间驻守西北边境，那是百战百胜。笑。小光啊。这么说来，你是两个月前受了伤回京来养伤的？哎，我说堂堂定远将军都回来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京城里一点风声都没有啊？你也太宅了吧。难得出门散心，忘记看黄历了。小唐，戚将军是朝中第一名将，据说还是九公主未来的驸马人选。你说你们俩是发小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哎呀，我爹带你来的那一年，小光刚去西北从军，所以你们两个没见过。你受伤是怎么个经过？没什么意外。你们怎么搞的？怎么能让将军受伤呢？你们会不会当差啊？是我没照看好将军的战马，谁知那匹牲口在上阵连敌时突然受惊乱跳，害得将军被几个蒙古鞑子围住啊。然后呢？当时情况万分危急，但是我家将军很镇定，先射死一个，然后下马干掉了仨。可是冲出了包围，他也受了伤。够了。是。意外。小婷子，咱们的去处有着落了。啊？小光啊！你可不知道，自从你走了之后，我这日子就是过得水深火热呀。你干什么？要不是今儿个遇着了你，我这条小命，我这条小命就我就、就这样，我爹下落不明，我俩还被那白毛鸡免了职，现在是有家难回，无处容身呐。小婷子，你也帮个忙配合一下啊。有人，别装了。府中正缺侍郎。就是。我记得你是来做侍卫的。嗯，好吃。小林子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家伙可是鼎鼎有名的火头将军。嘿嘿，那可不是吹的。哎，来，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啊，祠堂。我小时候啊，最爱到这儿玩了，十八般兵器样样都有。可他还不准我碰，看见我来就打。那是我家先祖和战死同袍用过的兵器，
被你这无知顽童当成玩具，不打你打谁？发什么呆呢？这幅画我好像有印象，现在再看怎么有点像小亭子，连题款都没有。喂，这到底是谁啊？这是我祖父的一位故人。故人？既然来了就把祠堂里面打扫一下吧，原侍卫。啊？哎，嘿，哎，你这是公报私仇啊！喂，小光，见方姑娘对这幅画像格外关注，猜测你或许会再来。这是当年的开国名将，引国公傅有德。家中四供罪臣是什么罪名？方姑娘行走于关门，不会不清楚。与其叫你揣测，还不如戚某坦诚相告。当年傅公为太祖远征西北，扫平元朝余部，七战七胜。我祖父原本只是个军中做饭的火头兵，一次正埋火造饭，呼吁援军突袭，别人都弃灶逃命，独祖父抱粮背锅落在最后，被援军擒获。不料这场突袭本就在傅公算计之中，伏兵杀出，将援军一举歼灭。傅公爱祖父耿直，从此调到自己帐下，以全部兵法相授。我戚家三代驻守西北，至今所用仍是傅公当年所传的兵法。后来太平既定，太祖赐宴群臣，有好事者借题发挥，指责傅公教走无方，事功自傲。傅公亦不辩解，提刀而去，将长子首级置于殿前，自己也当殿横刀自刎。太祖盛怒之下，将傅家全族流放边疆。方姑娘对傅公就是如此关切，莫非也有渊源？我谁？传话回去，
有人要的人找到了。杨军，那边记得干了。小妹，将军，这暗器你认得吗？没见过，看着不像咱们中原的暗器。我刚回京不久，不记得接过江湖仇家。不，他们就是冲你来的。你那次受伤也根本不是意外。跟我来。覆巢又去，几年没回来，这城里人是越来越会玩了。这份名单上的官员大多数都是意外死亡，我爹定是察觉了阴谋，暗中调查，没想到名单在我之后还有其他人吗？有，可惜被一个笨蛋给烧掉了。姐姐，别烧掉也好，这覆巢就到七谋为止了。既然刺客的目标是我，只等他们再来，我定不会放跑他们。小唐，有戚将军帮忙，肯定能查出指挥使的下落。好了，都回去休息吧。等等，小唐，你想到什么了？你们两个大半夜不睡觉，刚才在祠堂里面做什么？属下都打点好了，狱卒不会来和您为难，您在这里稍安勿躁，等陛下气消了，没准就放您出来了。放了，放了又能怎样？王通呢？他在做什么？王通升任了总指挥使，把我们的人都调到他那里去了，说要尽快抓到明火僧。明火僧，大人，说起这明火僧，卑职想到一桩旧案。你以为我不记得吗？12年前，京郊40里外，陈家村。大人果然记得。12年前，南镇抚司镇抚使月满私藏炮药，未遂躲入陈家村。大人得到消息，带人去围住了村子，结果月满引燃了库中的火药，将陈家村炸成平地。当时上报的卷宗里，全村仅剩下一个火狗，是个18岁的少年。我记得他。那场爆炸之大，锦衣卫也死伤惨重。大人说，一个少年能在方圆几十里的火海中
为被烧死，是不是体质特异？他就是明火僧，他是回来报仇的。雨婷，徐灿把小夏和鸽子抓起来了，我刚好有事外出，躲过抓捕。可是我救不了他们。北镇抚司把雨婷定为叛徒，凡提供线索者，赏金300两。什么？300两？看来有人不惜重金要找出你的下落。小夏和鸽子落在了徐灿手里。小亭子，你别急，在小光这里很安全，救鸽子和小夏就包在我身上。你250两。什么？死徐灿，凭什么我还便宜50两？眼下你们都不方便出去，救人的事就交给七某吧。我说啊，在姑娘面前耍帅是吧？不服？走，我们这就去救人。可是，你以为我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？我去！小唐，鸽子，袁小唐，你把老子英俊的脸弄成这样，你可得意了吧？哭啊！大声哭！哭啊！袁小唐，你也有落到我手里的这一天啊！别打了，住手！方雨婷，你别以为我揪不出你的底细。好死了。是季大人啊。徐总亲，恭喜霍大哥荣升买货。徐总亲为何不在府里养伤？这地牢里又阴又湿，恐对大人伤势不利。去不到。走，大人回府正好替总指挥使给定国公捎个话，先前牢里关押的那个瞎子突发疾病，没来得及救治就死了。知道了。霍大哥，请你帮我给雨婷带个信。他肯定会设法救你们出去。不，你让他千万不要来，不要管我们有多远走多远。什么？瞎子死了？一个犯人死就死了，何必大惊小怪？你不懂。可惜，瞎子一死，加官进爵的路又给断了。那瞎子是个什么来头？这个瞎子
还得从20年前说起。哎，这国家大事岂是你们能听的？走走走走走。父亲，孩儿也想知道，那瞎子一直关在北镇地牢里边，也不见审问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啊？哎，那还是20年前的事吧。皇宫里出了个刺客。哦，扬言是要替那个富有德一家来索命的那个。嗯，我收到密报，这个瞎子跟那个刺客是一伙的。为父，我本想顺藤摸瓜，以此为线索，万一要是能抓住傅有德的余孽，哼，我徐家翻身就指日可待了。可惜啊，严孝之一直以为瞎子是个残废口不能言为由，我让我去提醒。一言不合就打击报复，还把咱们安排到厨房当苦力，这小光也忒狠了。还不是你自己闹，我进去了，你好好改造，重新做人。救人的事就交给七某吧。那个，我能帮什么忙吗？新来的吧？嗯，这厨房可是咱府里头的头等重地，小丫头机灵着点。起来起来起来，点点事儿。你教？我自己来。严日叨扰，我就愣手做点好吃的报答将军。蟹黄汤包，酒酿话梅酥，蜜制海棠花饼。好嘞。好香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叫做海棠饼，好吃。嗯，照着做一个。差不多就行了。嗯，颜色也不像海棠啊。那是山楂。哦，多谢大哥。蜜汁的比例也不对。啊？将军。鼎鼎大名的火头将军，那可不是白叫的。我还以为那称号是对将军不敬呢。总听蛮夷笑话，说咱们大明镇守边关的是个做饭的老夫，是不是？说去，反正他们也打不过。要说咱们将军的天才，打仗只排第二，这厨艺才是第一呢。不是我吹啊，这天底下你找不着第二个厨子有我们家将军会打仗，也找不着第二个将军有我们家将军做的饭好吃。对对对，而且啊，是青出于蓝胜于蓝，连老爷和太老爷做的饭都跟他没法比。还不看着火？好嘞好嘞。
姓傅，难道？哦，我们马上去查。方雨婷这个小丫头是袁小芝当年从什么地方捡回来的？是。你就饶他一条狗命吧，小唐。你乔婷子，你做这么多饼是想谋杀金夫？你说什么？你人家不过是。小婷子，你做的饼虽然不好吃，但也有家的味道。小婷子，我们先救出小夏和鸽子，再向皇上揭穿覆巢的阴谋，然后今年中秋咱们回家。回家？回家。将军，您这么快就失恋了？胡说！中秋快到了，戚将军，救人的事可有进展？果不出我所料，北镇抚司的地牢设有重重埋伏，看来就是在等你们去救人，自投罗网。那小夏和鸽子呢？他们可还好？两位姑娘性命无忧。那就好。人是徐灿抓的，那埋伏的也一定是他的那些狗腿。擒贼先擒王嘛，关键是得把徐灿引开。小唐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我倒是有一个一箭双雕的法子。快说。
光这次回京没搞出什么大动静，那就由小光出面下帖，大张旗鼓的设一场接风洗尘大宴，叫朝中大臣都来家里吃饭，这为首的就请定国公吃饭。定国公逢人便说自己是中山王徐达的后人，小光这么抬举他，他一定会带上儿子用最大的排场前来赴宴。定国公的世子常年卧病在床，极少出门，所以他会带着徐灿。哼哼，这徐灿跟他爹又是一个德行，一定会带手下来摆谱，所以这招调调鼠离山，北镇地牢空虚，咱们便可趁机去救鸽子和小夏出来。小唐此计可行，我的四人卫队都是忠诚可靠之人，可保方姑娘去救人。把徐灿绑在定国公身边，我觉得可行，这样最稳妥。你们忘了那些黑衣刺客了吗？在将军府设宴，会不会太过招摇？我说的这一箭双雕啊，重点就在这儿。哎，小光这次请客，声势越大，越招摇越好。而且，我们还要放宽府中的戒备，引那些刺客进来。所以，小光，我这一计，你才是关键。不行，你这分明是用将军做诱饵。雨婷，放心，戚某是征战沙场之人，区区一顿饭岂会应付不来？救人的事由我和东烟足矣，将军的四人卫队和小唐留在府里保护将军的周全。不必。要是将军不同意的话，我们现在就走。你们俩也好。哎，小唐，你留下来给我打下手。担心他，怎么就不担心我？雨婷，雨婷，雨婷，真是我。托各位的福，戚某终于有机会在京城同僚面前一展身手了，赶早不赶晚，扬名立万就在三日后。所有饭菜，本将包办。花姐姐，咱有话好好说，不需要下迷药吧？醒了啊，找你办件事儿、啊、时间地点都在上面，不准耽搁、找我办事儿也用不着下药吧？是师叔找你，倒也只是来传话的。原来是人前辈找我呀，我还以为是花姐姐你想我了呢。咱们有话好好说吧、君子动口不得动手的。说，想不想我？偶尔想想。偶尔？啊？每天睡着了都喊人家的名字，还说是偶尔想想。你怎么知道的呀？晚上的林子里有狼。我想方便方便。喂，我可是大明的公主，金枝玉叶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里没有金马桶，殿下就将就了吧。哼，可惜段大哥教我的月影迷踪步没有学全，不然恶和尚肯定抓不住我。
天，功力半点没有增长，反而会让人气血翻涌，经脉逆行。看来你只能先去找那个老妖怪了。滚！哎呦，国公老爷息怒啊！这一年到头这么些个日子，谁还没有个身子不合适的时候啊？你千万消消气儿，你要是气出个好歹，我们可担待不起呀！人子呀，都快起来，这边快给国公老爷赔不是啊！滚进来。那我们先滚出去了。怎么了？父亲大喜呀！喜个屁！等等，你从何来啊？孩儿查出那傅远恒余孽的下落。快说快说。父亲大人，袁孝之收留傅远恒的余孽，可见他早就有谋逆之心了。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把袁家的一票党羽一网打尽，斩草除根。嗯，好。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。父亲大人，孩儿立了一件这么大的功劳，皇上他要是赏赐下来的话。婵儿，这件事你办得不错，你先回去，以后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。父亲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我会亲自禀报皇上，到时候皇上要是一高兴，说不定就把九公主赐婚给你大哥，这么一来我们徐家就又是皇亲国戚了。可是这都是孩儿一个人的功劳，为什么要便宜了大哥呀？记住你的身份，庶出之子想攀皇亲，说出去都是大不敬之罪。是，孩儿明白。今儿没兴致了，赶紧抓人去吧。是，父亲大人。是个妓女，你就是老子养的一条狗，这天高地厚的东西。哼。总旗大人，大人心情不好吗？怎么不理人家？老子伺候皇帝，你竟然让他生气。大人，公公爷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。大人，大人，为了大人，奴家什么都愿意做，求大人别不要奴家。你真的为了我，什么都愿意做吗？嗯。王七，孝之，你对人家好凶啊！你不是千面狐，
你是谁？我这几个徒弟当中，那狐狸是最顽皮。当年追寻我离开灵犀岛之后，便到处惹事。千面狐是你徒弟？我这一辈子就收了明星这么一个好孩子，按理说，她嫁了你，你应该叫我一声师父。你是明星的师父？乖。不过，我那师弟外号东海钓鱼公，又和你这冷面金刀佛是齐名，这辈分有点乱啊。灵犀岛主，医圣萧琼。是我。啊，晚辈冒犯了，谢过前辈救助之恩。哎呀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啊，不过救你也是随手了。前辈是明星的师父，我怎从未听他提过？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当年我在京城隐居，闲得无聊，便收了他这么一个徒弟。没想到他意外的聪明用功，我差点就让他继承了我的衣钵。原来如此，明心若知此事，必然欣慰。唉，十年了，一个人活在世上，着实不易。小芝，你也应该放下过去，考虑考虑续弦了。前辈，何出此言？十年前的那场瘟疫，我一直在暗自调查，救你也并非偶然。前辈也在怀疑那场瘟疫？哦，对了，你冷面金刀佛怎么会栽在明火僧的手里？明火僧另有高人相助，那日是我托大了。另有高人？难道明火僧和他们……前辈也觉得十年前那场瘟疫有蹊跷。我记得明星跟我说过，十年前京城的那场瘟疫其实是有人故意精心伪装的投毒。果然如此。那么暗算我之人和十年前投毒之人都来自残月楼。哦，对了，有位晚生小辈想见你，随我来。昆仑派掌门紫气真人门下弟子段云见过两位前辈。昆仑派掌门紫气真人门下弟子段云见过两位前辈。定国公到！来了。今儿怎么少了俩人啊？灿儿，你那两个跟班呢？晚辈恭迎定国公大人。啊，大人可需要帮助？无妨，无妨。大人请。将军请。小心点，别被发现了。锦衣卫南北镇抚司总指挥使王大人到。
哎，将军，将军无需多礼。将军，待会儿教中人出来，你可千万别声张了。这位是？啊，你去。这皇上跑来凑什么热闹？听说你要亲自下厨，所以朕就不请自来了。谁？守卫很松懈，小心点，别大意。陛下亲临，臣未能远迎，请陛下恕罪。哼，哎，早就听闻戚爱卿的厨艺连宫里的御厨都比不上，可朕却没有收到请帖。爱卿不欢迎朕？陛下恕罪，臣实在是。起来起来，朕恕你的做好吃的不请朕之罪。啊，谢陛下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朕和戚爱卿聊聊家常。可陛下身边没有护卫。我大明定远将军在此，有什么可担心的啊？你们下去守着。是，走吧。来，坐坐坐。臣坐。这，爱卿啊，朕常忆起儿时，朕随先皇出游打猎，几个孩子不论君臣，玩在一处，那是有多开心啊！如今。朕居万圣之尊，楚华氏如困樊笼，而清远在塞外边关，餐风露宿，虎狼环伺，臣亦不容此。朕的朝中越来越无人可用，陛下何出此言？远的不说，就说前不久三道皇城盗过，袁爱卿殉职，北镇府司剩下的就都是废物。朕提拔吉英，而他呢？啊，竟然眼睁睁让九公主被掳走。至于王通，他的斤两，朕心知肚明，只是碍于贵妃的面子。不说了，说了来气。朕这次密召你回京，不想旁人知道，所以一直没召见你。臣明白，陛下命臣查的事情已经有了眉目。啊，快讲。当年辅佐北元朝廷，协助王宝宝打退太祖皇帝大军的博胜，果然留下了后人。据说他收了北元皇族的两个小童作为弟子，带他们加入了一个秘密组织。哦，什么组织？啊，这个组织在中原被称为残月楼。江湖人只知道他是个雇佣杀手和贩卖情报的团伙，却并不知道这个残月楼起源于蒙古萨满教，是用来统合各地宗教势力的机构。随着大都建立，萨满教渐渐失去地位，但残月楼这百年间却出过好几位传奇人物，博胜便是其中之一。朕果然没看错人，现在只有爱卿是朕能托付的了。
陛下言重了。好，只要你把这个什么残月楼给朕一举拿下，之后也不用再去戍边了。朕把九公主许配给你，到时候你就在京城舒舒服服做个驸马爷。九殿下，他不还是个小娃娃吗？朕的阿九难道还不会长大吗？不过你要先把阿九给找回来再说。哎，阿九阿九，你又在哪儿受苦啊？啊，不行了，再也吃不下了。哎，大和尚，你怎么不吃啊？大和尚是吃素的，你个小丫头看着个子不大点儿，能吃这么多？我还在长个子嘛，当然吃得多了。哼，大师，姐姐，三，怕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李火僧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束手就擒吧。来得好！我的菜！我要被打包了！接招！啊，国公爷，今天可真热闹。是啊，国公爷，喝一个嘛，来。国公爷，我帮你捶捶。早就听闻定远将军不仅带兵打仗是一把好手，这厨艺更是冠绝京城啊。今日我等真是大饱口福啊。各位大人见笑了。是啊，西某怎敢自居冠绝二字。来，听说将军还为那妻妾某家小女年方二八，今日我这老儿厚着脸皮，可否跟将军求个亲家？承蒙大人厚爱，只是西某常年在关外驻守，怎能牵连姑娘家跟去受苦？不妨事不妨事，某家小女仰慕将军已久，就只求跟随在将军身侧，受点苦他也是心甘情愿的。大人快吃菜啊，凉了。吃菜。这老爷子竟然想把自己嫁给小光了。徐灿这小子今天倒是挺老实。看不见我。手家在屏风后。真好吃，不愧是小光亲手做的菜。对，七将军，我带来的美人，将军可有看上的？甭客气，看上哪个？今晚就留在府中伺候将军。七将军，末将久在君主，不懂欣赏美人。哦，看不上眼。不忙，你等着。老夫压轴的宝贝儿还没上场呢。张大人。
国公爷，再喝一杯。死胖子，何须下毒？陛下受惊了，臣护卫不力，罪该万死。陛下，你没事吧？齐春光听旨，臣在。刚才护驾的可是袁小棠？正是。他护驾有功，你让他来见朕。遵旨。
我看你还王女儿鸡仔，怎么是你？袁小棠，怎么是你？啊，是徐灿让你冒充他的。你个通缉犯，来人！小亭子，小夏，鸽子，别怕，我来救你们了。快走，有埋伏。还想走？哎。哎呀，果然上钩了，没想到吧，方雨婷。哦不，应该叫你傅雨婷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你的好姐妹告诉我的。你的小秘密可真不得了，云相之竟然敢收养你这个逆贼余孽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们都不知道吗？他是逆贼傅有德的余孽。是您在这世间仅存的骨血。